大家好，这里是苏亚和批评书。呃，今天跟大家说一说中国的教育的啊，所谓的改革。现在呢，来了一个新的教育部长，呃，好像新官上任吧，三把火、啊，推出了很多个举措啊。这些个举措我都一个一个的看了，看了以后，我是叫做什么？ 真的是为中国的年轻人，为中国的下一代深深的不安，尤其是为那些个中国的这个草根阶层，没有什么背景，没有什么关系啊，完全要靠勤耕苦读，呃，唯一的一条通道就是通过读书改变自己生活、改变自己命运的人，深深的担忧。所以，我认为这个话题是非常的重要啊，尤其是你是一个成年人。 你是家里可能是一个家长，知道吧？是一个家长，那你一定要听啊，一定要听我跟你分析分析。这个大的原则哈、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都是在批评美国的这个所谓的“白左”嘛，是吧？左倾自由主义。但是呢，这里呢有一句说一句啊，左倾自由主义它是有自由的。 他是左倾的自由主义。什么叫左倾自由主义呢？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上可以成为天堂，就是乌托邦嘛，是不是？长久来看的话，左倾自由主义一定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麻烦。但是短期来看、中期来看，左倾自由主义培养出来的人，他其实是很有个性的，呃，其实是有一种对自由的一种渴望的。 那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个中国人，你一个中国的家长，当你承担家长的责任的时候，当你去抚养你的孩子的时候，嗯，中国最稀缺的恰好就是自由，明白吗？所以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所有的知识分子都跟在西方的白左左倾自由主义的后面跑，知道吧？他也是有原因的，因为中国最稀缺的就是这种自由，但是。 对于西方人来讲，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忘记了，你不过是人，你是人的话，你做任何事情，你都是有边界的，因为我们叫做有限理性、有限之人，是吧？我的对人呢，对人的这个定义有五个词儿嘛，第一个词就是有限，第二个词是有罪，因为有限是意味着人类的知识的境况，而有罪呢是人意味着人类的什么伦理道德的境况，有罪有限，我把有限放在前面，所以。 你想想吧，西方人他是忘了自己是个有限之人，他忘了自由的边界啊！这个圣经里讲的很清楚的啊，他说你你是一个人，你非常骄傲，你非常自信，你的理性具有张力没问题，但是他你别记住呢啊，你你你你你狂傲的浪要到岸为止，这是约伯记里面的话，五六千年之前的话呀。 太深刻了！今天的西方人是忘记了这句话，那在中国人他就不一样。中国人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根本就不是说你，你作为一个波浪，你是一个奴隶，你知道吗？你根本不存在什么狂傲的问题，因为狂傲的前提你得有自由发挥，你说是吧？中国根本就没有任何基本的自由，所以中国语境下的问题和西方语境下的问题它完全不一样。你把这个问题想清楚以后，就是只要你讨论中国问题，自由是第一问题。 只要你讨论西方问题，边界有限是第一问题，就是人的行为的边界是一个问题，你不能过了界。而西方人呃，中国人的问题根本你没有自由，这有什么才没有？一头猪才没有自由，是不是？啊，一直拴着这个。 金链子的哈巴狗才没有自由，是不是？但是你是个人呢，所以明白吗？所以，我们讨论中国问题和讨论西方问题，我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意识的这个场域和边界要划清、划分清楚。否则的话，你会经常会，在两个不同的语境里面串来串去，完了以后自己搞得自己一头雾水。那么，在自由成为中国人的第一要素条件或者第一诉求的前提下，你就知道中国的所谓的。 教育改革，尤尤其是这个新来的这个部长啊，就是什么怀进鹏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改革，真的是细思极恐啊。 真的是对中国的平民阶层啊，对中国的这个像我这种出生在最底层，唯一的通道就是你不断的读书，参加高考，然后进入城里，完了以后成为一个有知识的阶层，说不定你还有点希望。你如果没有这个通道，你其他的一些个幺蛾子的改革，最后害的就是这些人。你看他是怎么说的啊？他说第一是什么呢？就学生以提高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专业技能素质为中心啊，这一点针对当前学。 学生普遍体质下降、近视率增高、心理压力过大、生活生存技能偏差的问题，而不是泛泛的只提及好。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身体搞好、心理素质搞好、专业技能搞好，这些话看上去是没有问题的。 真的没有问题，可是你的身体再好，如果你没有一个好的学习成绩，你根本就进不去，你知道吗？就是中国的社会，它是一个什么？以前我跟大家有有扯过一个经济学家叫德索托，他是哪儿是人？他是秘鲁人。 秘鲁的一个经济学家，他是一个也算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就讲，他说任何一个独裁的国家、专制的国家，就像秘鲁、像智利这样的国家，早期都是这样子的。巴西、阿根廷、嗯、南美的国家都是这样子，包括中国、印度都是这样子的。印度好一点，中国也是这样子的。他说这个，他们这个这这样的国家，它就像一个什么？像一个钟罩，像一个巨大的一个钟罩。我们学过新钟罩的嘛？你就你设想一个巨大的钟，把它罩在大地上。 里面的人，你有资格，你才能进去；外面的人，你永远在中罩外面，是吧？他也他换了一个说法，叫什么呢？他德索托讲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呢？一个俱乐部式的社会，也就是所谓俱乐部，就是你得要教你得要有资格，你得要有钱，是不是？但是问题是你一个小孩，你出生在农村，你根本不在中罩之外，而且你也没有钱去买那个俱乐部的门票，你怎么进去呢？唯一的通道就是高考。 如果你学习成绩好，如果高考看上去还比较的公平，你的学习成绩好，你通过考试可以进这个中招里面的，可以进进这个俱乐部。你像我就曾经进去过，后来我又出来了。但是我出来不是说我我我又回到这个底层社会，不，我选择一种更自由的生活。 嗯，又后来又又出国了，又是更自由的生活了，是吧？你看我总是在抓住一个关键词是自由，所以你不要听他什么身体素质、心理素质这些个词儿很好，那都是对那些个啊、呃、家境条件很好的中产阶级以上的人群说的啊。这第二是什么？缩短学制，改为十年义务教育，小学五年，初中二年，高中三年，这这就更不像话，因为。 因为农村的孩子啊，因为这个一般的老百姓家里的孩子，他他长大的过程中啊，他除了这个又肩负着繁重的学习任务以外啊，他还需要为家里承担一定的工作量、劳动量，要帮助父母做事情啊，是不是？甚至你要去去暑假、寒假你要去打工啊，去赚钱呐、啊，是不是？你说你如果家里。 摆在家里摆着几百万的存款，完了以后你根本不需要，你是放放假你就玩呗。这时候你当然学制越短越好喽。但是对于穷人家的孩子，对于穷人家的后代啊，你做家长的你一定要明白，学制越长越好，因为你有可能学习，你有可能去忙于你的生活，跟父母分担分担你的生活的重担。完了以后你影响你的学业，这时候你可以多学一年嘛，是吧？比如说你高考一一次考不起，我复读嘛。 是不是很多人复读了两次、三次？我我我有几个朋友，就是有一个有一个人复读了四次，最后他考上了复旦大学啊！那你按照现在这根本就不行啊！我看好多人来说不准复读，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疼，都是堵死穷人上升的通道，你知道吗？你看第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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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点，普及高中，不起中专，这个什么定普高。 职高，这个这就更坏、啊。我跟你说，你千万不要以为在中国你读一个职高、一个普、一个一个一个什么学校，你就，哎呀，我要做一个蓝领工人。中国的社会不是这样子的，中国的社会永远都是谁叫什么？叫书中自有颜如玉啊，叫、就、做、是、学而优则仕。你如果是职高，你永远就是打工，永远是蓝领。在中国，蓝领是最不值钱的。如果你在别的国家， 我告诉你，你你你,你去读一个技术学校，读职高，那我是支持你的。比如说你在韩国、在日本啊，你学开开开开铲车，或者你去学做厨师，可以啊。你在日本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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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厨师的话，他的工资很高的呀，可以的。在中国，你的厨师你做的再菜菜做的再好吃，三千块钱一个月。但是如果你是个大学毕业啊，你是个研究生毕业啊，你有一技之长，随随便便五六千、七八千、上万，是不是？你看我我以前找工作的时候。 我没有别的本事啊，我就会写文章啊。我就跟我的那个招聘，文章说的，我你先给我一个月，我给你写几篇文章试试看。你如果最后我写的好，咱就你就给我工资高一点儿。 他说好呀、啊，他就觉得我爽快、啊、是不是？那我文章什么时候开始写的呀？那我是在上学的时候，在有这个条件，我上了大学完了以后自己学写这个东西。你如果连连一个连一个很好的文科的大学你都没上过，你没有在一个文学氛围很浓的，人人都写诗，人人都写散文，人人都写话剧的这么一个文艺的范围里面去啊，去学王小波，去学王朔，去学杜甫，去学李白，你怎么可能把文章写好？你都不知道，知道吧？所以我们说了嘛，一个人要搞艺术，要搞文文学，你。 你必须要去两个地方，一个是一个地方是啥？一个地方是北京，一个地方是上海。真的，尤其是北京，因为你去了以后，你就跟可以跟高手见面，其实也是一种上学的过程，你知道吗？你长见识。为什么沈从文要跑到北京去呢？难道他在湘西写小说不行吗？不行，我跟你说。 所以千万不要听这些东西啊！还有第第四是什么？取消这个小升初、中考，以十年义务教育将升学竞竞争后置到高考。你千万不要听这些话，因为你必须穷人家的孩子、一般家庭的孩子，你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惯性和一种压力推着你走。你你只有这个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的孩子，你才可以养尊处，天天玩儿啊！美国社会、日本社会，他为什么可以这么做？因为他他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是吧？完了以后，他的升学率。 比较高是吧？他的确小时候玩，但是中国的孩子千万不要让他小时候玩，一定要保持巨大的学习的一个一一一个容量啊。然后什么啊、呃？第五，把专业教育前移啊，将基础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错，在中国你过早的介入专业，你一定会导致你的整体的文化素质不高，你不是个文化人 我跟你说，你就是一个你就是一个打工仔，你就是一个干粗活的，啊，中国叫做什么？历史以来它都有这么一个词儿叫文化人儿。你得有品位，这个东西你只可言传不可体会，你不可不可意会，那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你必须要在长期这种文化的氛围中，跟各路知识分子打交道，听讲座呀，然后去请教啊，在在在在在所谓的论坛上举手，像像比如说我向向这个北大的那个某某著名的老师提个问题啊，是吧？甚至是去考他的研究。 优生啊，你只有这样，你才进入那个文化圈儿，知道吧？你如果提前搞专业教育，那你，那你就是个工人，那你就是一个这个最底层的人啊。我我的原则啊，专业东西好不好？好，一定人一定要有专业啊。但是在中国，我认为啊。 在你一个人，如果说你是一个好学的人，你能在三十五岁到四十岁之间锁定自己的专业。在三十五岁之前，你还是要更多的去什么呢？去培养你的整体的人文素质、整体的这个价值观、整体的看待社会的这个能力。你尤其是你要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知识分子，变成个文化人，变成个高档人，进入他那个圈子，就是所谓的俱乐部啊，所谓的这个这个这个中招里边，还有什么第第第六，你看到没有啊、呃？叫做体现基础教育的基础化，简化课程内容，降低作业的难度，体现入门性。错，你一定要做这种、个，就是钻钻那个牛角尖的这个高难度的题目，因为你要为这个高考最后一次冲刺做准备。你的高考如果失败了。 你的人生一切就太不一样了，真的。虽然我们就是骂中国的高考是是不行，但是中国的教育它的指挥棒就是那个指挥棒啊，还是高考。而且我说过，我说是中国过去四十年唯一一个具有某种公平性的事件，就一个事情，就是高考。 你说，你说我们家真的，我说过的，我们家真是从我的父亲这一辈往上数数十代，找不出一个股长，找不出一个村长，知道吗？全是全是土包子，全是农民，全是全是屌丝，全是可怜的这个这个乡下人儿。 到我这一代才才开始出现有人去大学上学，完了以后到我这一代才开始出现一个副科技的干部。哇！那我第一次组织部谈找个谈话，说宣布我已经是副科技的干部了。哇他那个、高兴劲儿，当夜我就开找了一个车回去跟我爸汇报。我爸真是是是漫卷诗书喜欲狂啊，是不是青春作伴好还乡啊？那叫真是是。 啊，嘻，哈哈大笑，觉得苏家也出人才了，出当官的了，知道吗？他真的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你不要听他的这句话。啊、第第七十要改革高考，便于选拔人才啊，大学设预科，你千万不要听这句话。你如果是个穷人家庭，你如果是个普通老百姓的家庭，唯一的通行证就是你的学习成绩好。 没有别的，所谓的预科不预科，这些个东西是留给那些有关系的人的。你家里有钱可以买，你家里当官的可以直接送上去。前两天我看有有有有一个晒出一封信，是谁？是毛泽东的女儿给他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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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 毛泽东的一个远方的一个后代推写了一封推荐信，要北大的校长把这个孩子给录取了，知道吗？人家有这个本事，预科是给他们留的位子，是给习近平这样的人留的位子，跟你毛关系都没有。你想进入这个地方，你唯一的通行证就是。 很高的分数，没有别的办法。我告诉你啊，然后第八啊什么啊，这这忽悠的啊，建立教育云云云云平台呀、啊。第九，社会招工不为学历，你不歧视技术人员，搞搞活人才流动。瞎扯，中国是一个什么呢？啊、呃，他一代一代的人都有他的那个。 叫做什么社会标准的？比如说以前的七十年代，你如果是个退伍军人，牛逼是吧？到八十年代，你如果是个有学历的人，本科生，哇，你找老婆分分钟的事情，知道吧？到九十年代是有钱，我告诉你，但中国你要知道，一直是一个尊师重教的社会，从孔子开始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记住啊，没有所谓的这个不为学历的，你要找工作，第一步看的就是就是你的学历。有些话它是有前提的，比如说我们说。 一个人的高学历，比如你北大、清华毕业的，找工作有没有用？当然有用啊，头三个月有用。然后一看，哇，北大的、清华他肯定要你。我告诉你，但是如果说你在头三个月或者头半年，你你表现非常平平，你你没有任何能力，你就是个庸才，人家有可能把你抛弃了。但是问题是你如果是一个野鸡大学毕业的，甚至你连连连连一个好的一个中专学校的学历都没有，人家。 就不让你进门呢，老大，明白了吧？不要被这些个、这些个家伙啊，就这个忽悠了啊，知道吧？所以，所以你知道吗？就是他还有一条，我就不说了。大概其的意思你听明白了吧？在中国，你如果说你、你、你、你,你是一个家长，你肩负着培养下一代的重任了啊，你切记啊，不要听土共中国的那个什么这些个所谓的改革教育的这些个措施，纯粹是骗你老百姓的。 啊，关键是他他说的好听，他做不到，因为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什么？是个特权组织，啊，在中国它是个金字塔式的社会，共产党的高官在最上面，是不是？干部子弟在第二层，是不是？有钱人在第三层，是不是？ 完了以后，你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你哪有上升的通道呢？唯一的通道就是你学习成绩好啊，他没有别的办法。你不要听他的啊，不要，千万不要听他的。所以我说的啊，如果他能够强行推的话，最后你就发现能上大学的全是要么是官官官家孩子，要么是干部子弟，是吧？要么就是什么呢？就是有钱人的家庭。最后一步有可能是知识分子、高级知识分子的家庭，他也是有钱，你知道吗？你普通老百姓根本就上不起大学，没有资格上大学。你考也考不过人家，你拿钱也买不过人家，你关系。 更不可能，你基本上就被社会抛弃了。上来，你从生下来第一天开始，就把你挠到的摁在那个社会的最底层。你在城里，你就是个你是个掏厕所的；你农村里就是就是个种种田的啊。莫用我们乡下人的话讲，就是也是一个是是一个修理地球的，你知道吗？切记是吧？如果你如果啊，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看到这些个我说的这些这些个措施，共产党真的在推广的话，那么你只有一个一个办法可以可以避开它。 就是离开中国，所以我我的标题是什么？培养下一代的人，你要听好了，要抛弃一切跑路，因为中国所谓的教育改革这个思路啊，细思极恐，吓死个人。谢谢大家。